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<coughs> 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》解第六百四十面，啊，六百四十面，倒数第二行，从当中看起。 倒数第二行，又静隐疏月，深于深暗，心色异变，生死善恶，自不能见，故知愚暗呢，即是吃毒。 啊，三毒里面的贪嗔痴痴毒，以欲痴故，心意闭塞，不能正心因果，不能信受经法，入于正道。对于外道邪说，凡意信奉，故云转受余教。 如是颠倒之间，相续不断，永逆生死，而其根本呢，正是痴也，生死无常，以痴为本，故曰无常根本。前面呢，我们学的这个地方，啊，说到贪嗔痴。 愚吃的严重性远远超过前面两种啊！前面是贪啊，吃是根本。如果不愚痴，他决定不会犯贪嗔这两种恶业啊。 贪婪应对的是恶鬼道，成会是地狱道，愚痴是畜生道。啊，所以这是三恶道的原因。《员工注解》里头讲得很清楚。 因为愚痴，心意闭塞，啊，就是智慧不开，啊，起心动念全是烦恼，是不能真心因果，啊，不相信因果，不能接受，诸佛菩萨。 圣贤的教诲啊，不能够有信心啊。如果能有正信，他就能入正道；没有正信呢，他对正道了，他就有困难。 这且不说了，他对外道邪说反而很容易信受啊！这些事情都在我们眼前，我们都能够看到，哪些是邪道呢？不禁止杀盗淫妄的。 那叫邪道啊！信的人多啊！啊，叫你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，这是真道啊！儒家讲仁义礼智信，这是真道。仁者爱人，义者寻礼啊，是有人。 有意义也。中国自古以来啊，号称为礼仪之邦，啊，和谐之国、啊。如果我们把人去掉了，啊，不仁、不义、无礼、无智、无信，那就是。 不能信受经法，不能入于正道，啊，转受于教，啊，转是转回头，如是颠倒之见，这个是现前。 许多人都在谈，啊，怎样把中国传统的文化找回来，把大乘佛法了再兴旺起来，说的人很多。啊。 这能不能做到呢？很难。啊，要我们认真努力去做。啊，看到结果，恐怕要三四代之后啊。我们想到过去，大魔祖师到中国，这传来是正法了。 禅宗啊，那个时候相信的人少啊。这个其中与梁武帝有很大的关系，因为他的影响力太大了。 大摩德中国来，跟梁武帝见面了。啊，梁武帝是佛门大护法了，这大家都知道吧？啊，他以他的权势、国王的身份护持佛法，为佛教建立的寺院，这南朝啊，那时候南北朝，南朝啊。 他建了四百八十座的寺庙，规模都很大。啊，喜欢人出家，啊，出家他都护持。啊，那个时候，出家人有几十万人了。这是佛教史上的无比殊胜的大事。 啊，梁武帝是好大喜功，大魔到中国来了，给大魔法师说：“我对佛法的贡献，啊，功德大不大？”向大魔祖请教。大魔祖是说了老实话，说并无功德。啊，这一句话。 梁武帝听着就非常不高兴，就不再说下去了，就送客，就叫他走了。啊，真的没有功德，他有什么？他福德大了。如果他要问，我做这么多事情，福报大不大？那大目宿是一定说。 很大很大了，啊！他说的福报不是功德了，啊,啊，福德跟功德不一样，啊，福德在哪里享受啊？人天福报，啊，那那么大的福报时候，他到忉利天去了，天上享福去了，啊，不是功德，功德是了生死出三界。 啊，他为什么不能聊生死出三界？你看，他还好名，还好大喜功，这是什么？这属于贪呐！人家一说一句话不高兴就发脾气，叫人家走路，这是嗔呐！啊,啊，所以大魔祖师当时在现场，梁武帝在他面前表现的是贪嗔痴，他怎么能出得了六道轮回？ 啊，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，啊，当然他的影响力很大，啊，因为这个梁武帝不支持他了，啊，那别人也就不重视他了，啊，最后没法子，到少林寺去面壁，九年之后才遇到一个会空。 啊，一个人就行了，只要发，把发传下去，你看会苦。一代一代传到慧能是第六代，前面五代都是单传呐、啊，到第第六代啊才开花结果、啊，禅宗大是大的兴旺起来了，啊，我们。 现前传统文化要复兴，至少也要三代以后啊！啊，我们这一代是做不到，为什么？迷的人太多了，对于圣贤，对佛菩萨没有信心，没有恭敬心啊！你看，印光大师在文朝里头一再教导我。 提醒我们，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。那没有沉浸呢，你什么利益都得不到啊！啊，大魔不能说不是高人呐、啊，真有智慧，真有修行呐、啊。 那、啊、他在印度是第二十八代呀，从释迦牟尼佛传下来呀。那不是简单的人物啊！啊，梁武帝不认识他，啊，不知道那是真正有心修行人，啊，真正的高僧大德。 啊，让他到少林寺去面壁，没有人认识他。啊，到九年才碰到一个慧果。啊，这是禅宗二祖啊。啊，这些故事，我想很多同学都知道。啊，关键呢，就在诚信。 啊，慧可能成他传他的话，什么原因呢？他对大魔祖师，我们可以说万分恭敬。哦、啊，那他就得万分利益，他开悟了。啊，我们以后看慧能大师，慧能不认识字。 没有念过书，樵夫出身。啊，虽然在黄梅住了四八个月，没有进过禅堂，也没进过讲堂。任和尚分配他的工作是做苦工啊，在对房里面呢，舂米破柴。 干这个事情干了八个月啊！只是传一波的时候，跟他做一次长时间的谈话，啊，半夜着急，我们估计顶多两个小时，啊，两个小时。 跟他讲《金刚经》大义，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就大彻大悟了。啊，提出报告，这心得报告，五句话了：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，本不生灭，本自具足，本无动摇，能生万法 无祖一听，行了，啊，不必不必再说了，一波就给他了。而神秀跟跟吴祖多年呐、啊，弟子当中的上手啊，为什么没开悟？为什么没开悟？印光大师讲的那一句话，要记住。 神秀对五祖不分沉静，他得百分利益；而慧能对五祖是万分沉静，他得的是万分利益。啊，所以一波给他了，没给神秀。 这个地方要注意、啊。那现在人，那沉静的人到哪去找？现在找一分沉静的人都不容易啊！啊，现在的人都学会了批判、批评，啊，对佛菩萨都是批评的态度，对经典也是批评的态度，这就难了。 啊，所以我说，真正要产生效果，啊，总得三四代之后啊，没那么快呀。啊,啊，就是什么人有资格传授，百分之百成敬啊，要万分成敬的人才行，百分之百的那是那是呃神修。 啊，万分沉浸的是慧能，啊、嗯，这个道理、啊、不能够不懂，啊，所以现在外道邪术反而人相信，啊，正法了没人相信了、啊，所以经商讲转修于教，他不信正法，转修于教。 如是颠倒之间，相续不绝，永逆生死。这个生死就是轮回，他出不了轮回啊！而且根本呢，正是痴也。愚痴，愚痴是因，怀疑是缘，愚痴一定就怀疑。 怀疑的人，决定是愚痴。生死无常，以痴为本呐、啊。故曰：无常根本。啊，无常就是六道。啊，如果说得深一点呢，它可以包括十八界。啊，四生法界虽然是净土。 它也是无常啊！那什么是常？学佛的人不能不知道，设善无界是场。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，五伦五常是场。 啊，五常就是仁义礼智信。啊，五无戒是不杀、不盗、不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。他跟仁义礼智信完全配合。啊，不杀生是人呐、啊，不偷盗是义呀。 不邪淫是礼，不饮酒是智，不忘语是信，仁义礼智信啊，这是常道。世出世界法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啊，我们要真正。 这一生当中，在佛法里面得殊胜的利益，这个殊胜利益呢，就是永远脱离轮回了。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啊，基本的条件就是把无戒十善修好。啊，无戒十善是根本。经常一打开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这个善。 就是指的无界是善啊，这个没有做好了，这善男子、善女人不包括我们在内呀。我们做到了，那书上善男子、善女人就有我一份啊，要真干。 啊，我们再看底下经文，“蒙明底土”，啊，这就句是经文，“蒙”有眼而不能见，这叫“蒙”啊。景星大师说，“蒙”底下又有着，有这两种“蒙”，意思是一样的。 富而不明，明呢？暗昧无知啊，没有智慧呀、啊，没有知识啊，啊，我是无知之人。第一。 是受，一脚粗，啊，这个叫底粗是冲的意思。一级大师解释这一句说：“为无所了知，啊，这个人没有智慧，没有知识，处事为犯，啊，遇到事，他总是。” 违背了离啊，触犯了过失。如小儿夜行，狂犬妄走，无所不作也。啊，这有两个比喻：小孩不懂事，夜晚上走路。 非常危险呐、啊！啊，狂犬到处乱跑，啊，到处咬人，啊，用这个来形容，蒙民抵触，啊，一愚昧蒙昧，故不明经义。 以抵触为心，底下这一句说的很清楚了，好冲突。过于兼伐呢，不能心受，啊，因为他愚痴，他多疑，啊，他生不起信心，于是心无缘虑啊，过于快意。 啊，这个快意什么，遭杀道阎王。啊，他以有，以为这以为这是他快乐的。那那现前的社会，我们就看到多了。为什么叫没有原律的？他没有想到将来。为什么不想将来？他不相信因果，他不相信人死了以后还有轮回。 这是愚痴啊！因果报应，决定有；生死轮回是事实啊！现在在这个世界，西方有许多学者都在研究啊，他们的报告很多啊，写成书本。 啊，到处都能够看到。啊，但是一些人看到，就是我们讲的，呃、啊，经常讲的这个蒙民、敌兔这些人看到之后，这是迷信。哎、啊，外国人现在也迷信了。啊，甚至于科学家说出来的也不相信，这骗人。 啊！杀到阎王还照干呢！啊，什么时候相信呢死了以后就相信，了，为什么呢？果报现前了。啊，佛法不成为世间法。 啊，那佛法跟世间法有什么不一样 <coughs> 世间法只讲眼前，纵然讨论到过去、未来，还是重视眼前。佛法不是佛法讲三世，讲过去，讲现在，讲未来。 把重点放在未来，不放在当时。啊，所以所有大乘经教，你看释迦牟尼佛，都是劝导我们往生净土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八万四千法门，只有净土法门，我们很容易。 往生，别的法门成就很难，难在哪里呢？难在要断烦恼习气，真不容易啊。而净宗虽然不需要断烦恼，他的条件呢宽松，只要把烦恼扶住就行了，啊，扶可以说。 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做得到，断可不容易了，啊，太难了，啊，《大成经》里面给我们说的，烦恼无量无边呐，总夸为三大类。 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、无名烦恼，这三大类啊。啊，《华严经》上没有说这个名词。啊，《华严经》是另外一种名词，叫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。啊，就是这三类烦恼。啊，妄想是无名烦恼，分别是尘沙烦恼。 执着就是见识烦恼，意思完全一样。你能断得掉吗？啊，佛在经上很明白的告诉我们：如果我们能够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执着了，执着破掉了，放下了，一证阿罗汉果，六道就没有。 你就超越六道轮回了。啊，如果你再提升一步，分别也断了，起心动念也断了，那就恭喜你，你真的无上菩提了，你超越十法界了。 啊，升到哪里去呢？升到诸佛如来十报庄严土。那、啊，那你到哪一个世界去呢？那你与哪一尊佛有缘，你就到那去了。啊，佛度有缘人。啊，在娑婆世界，大多数人呢，都升到华藏世界。 毗卢遮那佛的十八庄严土，是吧？花庄世界啊，那念佛的人呢，就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了。啊，这叫出世法，超越我们六道，超越我们的十法界。啊，不同在此地啊，但是不同里面有同，什么同呢？ 修学的基础相同，你看，世间法，修学的根本，五能、五常、思维、八德，啊，大小乘佛法对这个也通通都要修，这相同的，啊，是出世间法相同的地方。 啊，所以我们学佛对相同的部分一定要做好啊，啊，做不好啊，是将来我们的定、开悟障碍。啊，对于求生净土也会产生障碍。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注意的。啊，你看，敬业三福，这是世尊教导我们，无论修哪一个法门。 哪一个宗派叫八万四千法门，都要遵守的原理原则啊，三条是一句啊，啊，第一句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这头一条。 啊，头一句是孝养父母、孝亲尊师。在中国唐朝中叶之后，族师大德们就用“儒”来代替啊，所以这些年来我们提倡《弟子规》。 孝亲尊师怎么做？把《弟子规》做到了，就落实了。啊，这两句就落实了，落实在《弟子规、啊》呀。啊，慈心不杀，落实在感应篇，道家的。啊，以这个为基础，修十善业的就很容易。 啊，摄善无界，啊，胜界，二十四门威仪，这是沙弥戒，非常容易做到。如果你没有前面的基础，那你就难了，太难了。啊，真正发心去干，多长时间可以做到一年？ 啊，像盖大楼啊！我第一年打基础，打地基，啊，把这四门功课做好，一年就可以做到。啊，《弟子规》、《感应篇》、《十三页、沙弥律仪》，四个根。啊，这四个根呢，是成佛成菩萨的根，在世间法里是成圣成贤的根。 你有这个根，用十年功夫，啊，记住古圣先贤跟佛菩萨的教诲，务必是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你会得定，你会开悟，你成就了啊！不在基础上下功夫。 往往一个人修炼一辈子，他还是蒙民地图那就没法子了。啊，天天念佛，念一辈子佛，不能往生净土，你说多冤枉！ 啊，有这个基础往上提升呢，那就学佛了。实在讲，前面这一条是是做人的基础啊，人没有做好，怎么能做佛呢？啊，做人的基础，这个基础做好了，就学佛，为佛弟子。啊，所以第二条。 是小臣，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危那这落实在哪这落实在沙弥里。入佛门，第一。 第一桩大事情，佛把修行的宗旨传授给你，这就是三规啊！你一生不能够违背，违背你就走偏了道路了，你就走上邪道了。 啊，这个三规呀，是如来的正道。诸位可以看《六祖坛经》，你看六祖慧能大师怎样传授三规。啊，三规一般的传授一定是告诉你：皈一佛，皈一法，规一生。 《坛经》不是这个说法啊，《坛经》是归一觉、归一正、归一净。慧能大师为什么要这样讲法？他那个时候，佛法传到中国，大概七百年。 时间不算短了、啊，社会大众啊，可能就产生误会了。啊，皈依佛，他第一个念头起来就是泥塑木雕的佛像；啊，皈依法，他就会想到经典；皈依僧，就想到出家人。错了。 啊，那么这个是所谓住持三宝，佛灭度之后，用这个来代表。啊，你要了解它真正的意思，啊，佛的意思是什么？是觉悟、啊，觉而不迷，叫做佛。啊，所以能大师就不用一般人讲的佛法身。 他用觉真经。啊，说完之后再给你解释：佛者觉也，法者正也，生者净也。啊，那换一句话说，皈依是皈依自信三宝啊。佛法记住，永远向内不向外，所以佛法称为内学。 啊，佛经称为内地啊，他向内求，不向外呀、啊。啊，自性觉是佛，自性本来就觉。那、啊、为什么现在不觉了？迷了，不是失掉啊，迷了就不起作用。 变直了，这个觉变成烦恼了。啊，法是正知正见，也变直了，变成邪知邪见。啊，身是清净，六根清净一尘不染，现在变直了，变成染污。 啊，所以，我们今天呢，是我们的觉正劲变成了迷血人这麻烦在此地。如何把迷血人放下，觉真劲就恢复了。觉真劲并没有丢掉，现在迷血人障碍了觉真劲。啊，只要把障碍放下了，我们觉真劲就有恢复。 恢复觉真经，你就成佛了，啊！所以师尊在大乘教里常说：“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在这里一定不假了。”啊，你是佛，他是佛，我也是佛，个个都是佛啊！啊，现在因为迷失自信。 才变成凡夫啊！凡夫的佛性没变呐、啊，所以佛菩萨看到我们凡夫啊，依旧把把我们当做真佛看待。啊，我们把诸佛菩萨也把它看成凡夫了。啊，这就是金教里常讲的。 一切法从心相生，啊！佛看一切众生是佛，菩萨看一切众生是菩萨，凡夫看诸佛菩萨都是凡夫。啊！这些总得搞清楚、搞明白。啊！所以学佛的人，念念记住三皈依。 我修什么？就这修三桩事情，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静而不染。怎么个修法？大小臣有理论，有方法，你就需要学习，学习去啊。 啊，小乘是基础。中国这些祖师大德，他们有智慧，啊，认为我们中国传统的儒跟道不输给小乘，啊，所以用儒跟道来代替小乘，因为过失啊？ 我们看历史的检验，从唐朝中叶到现在一千三百年，这一千三百年当中出了多少祖师大德？啊，开悟的、正果的、往生的就别论了，太多了。 啊，我们看禅宗，禅是正法，啊，是这个这个这个释迦牟尼佛，法运是有有这个正法、相法、呃、末法，啊，正法一千年，佛没到中国来，佛到中国来是相法。 相法一开断，他就来了。相法禅属生啊，正法是戒律去成就啊，相法禅成就。所以，在中国这一千年来，禅宗特别兴旺。啊，末法时期呢，是净土成就。 啊，释迦牟尼佛，他老人家出生到现在，我们中国古大德的记载跟外国人记载不一样啊！现在世界上公认佛教是两千五百多年。 但是在中国的记载啊，今年是三千零三十八年，啊，老一代像虚云老和尚、老一代，他们都用这个纪念。啊，释迦普佛，你们念到的，啊，佛生在周昭王二十四年，佛灭度。 是周穆王五十三年，这中国人记载的。要以这个记载呢，那到今年就是三千零三十八年。啊，这些经典三千年前讲的，讲得好啊。 很多玄妙的道理，在过去很难解释的这些经义，啊，被近代的科学家解开了，啊，这些量子物理学家啊讲得很清楚、很明白。我们跟佛经一对照，对释迦牟尼佛不能不佩服啊。 啊，特别是讲到宇宙、万物、生命的元起，是从哪里来的？啊，新现代科学家找到了，跟佛经上讲的一样。啊，讲的名词不相同，是一桩事情。 科学的研究，这宇宙之间呢，实际上只有三样东西，变现出这个宇宙。这三样东西，第一个是能量，第二个是信息，第三个是物质。物质啊，这三样东西。 跟佛法讲的，佛法说设法界一真庄严，啊，这就讲六宇宙啊。设法界是从哪里哪里来的？阿赖耶变现出来的。啊，阿赖耶的三系相，正是他们所说的；阿赖耶的业相，科学成为能量。 啊，信息阿赖耶称之为转向；物质阿赖耶称为境界相。啊，或者我们讲四四四分，阿赖耶的自证分是能量，阿赖耶的见分是信息。 阿赖耶的相分是物质。阿赖耶在哪里？就在我们面前。有没有人见到？没有。佛与化身菩萨见到了。啊，我们今天眼、眼耳鼻舌身所接触到的。 确实是阿赖耶的想法，啊！但是你感觉的是不是的。第六十、第七十、第八十、第八十是它是变现的，六七十见不到。啊，六七十是云阿赖耶，缘不到外面。啊，你怎么会看见？实际上。 看见，就像我们现在摄影机照的这个镜头。现场呢是阿赖耶，阿赖耶的相分是现场。啊，我们不在现场，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。啊，所以眼识把这个镜头照进去，啊，变成了眼识的四分，眼识有相分，啊，那眼识的相分。 传给第六意识，啊，传播过去，第六意识又传给第七识，它是这么传播过去，所以他们永远是看荧幕，看不到现场，啊，我们如果说看现场错了，我们永远看不到现场，啊，这个东西是很难懂啊，啊，现在被科学证明。 啊！科学家证实，真有这个事情啊！啊，眼耳鼻舌身这个前五识，啊，他真的只是照见，他没有，他不会分析，啊，就是他没有分别，他没有执着，啊，分别是第六意识。 执着是第七识啊，第七识是叫染物啊，所有染物都从它那里发生，叫染物意啊，第七识染。 这个是很不简单的一桩事情。那佛凭什么知道这么危险，佛从禅定当中看到的。啊，大乘经教上说到，什么样地位你才能看到阿赖耶的真相？八地菩萨，八地叫不动地呀。啊，真正的。 不起心不年、啊，不动念啊，他能见到事实真相。啊，科学两三百年的累积，不断在研究，一代一代接着搞啊。啊，科学技术不断在进步。啊，现在的观察仪器越来越进步。 啊，他看到了。啊，物质从哪里？物质从意念变现出来的。啊，这是佛在经上讲的。你讲的我们不懂啊。我们也一样化无如啊。你自己是不是真知道？不知道啊。那经常这么说吗？只好这种说法吧。 啊，科学的一证明，我们明白了，啊，不再怀疑了，啊，所以佛菩萨不需要用科学仪器，也不需要高深数学，他直接看到，他在定中能够把空间维持突破，啊，空间维持从哪来的？分别执着来的，分别执着没有了，空间维持没有了。 啊，这个没有，那世界就变了，啊，为什么呢？没有先后，没有先后就没有时间，没有远近，没有远近就没有空间，是空间跟时间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这个学佛的人应该都知道，但是会怀疑。 怎么是假的？不，明明在面前是真的。昨天不是今天的，那今天不是明天的，怎么会是假的呢？啊、哎，真的是假的。啊，真正学佛学大臣的人知道，没有我。啊，我们常常说。 我们这个世间是一种相续啊，相似相续相，不是我，我们有啊？为什么我们有呢？《大经》里面所说的“当初出生，当初灭尽”，哪有呢？哪有呢？来？啊，“当初出生，当初灭尽”，不好的。 啊，我们从这个电影的底片上能够体会到。啊，这是从前电影的胶胶片，这个一张一张的，是幻灯片呐、啊。啊，在放映机里面打开的时候，投射到荧幕上，这是一张啊。 叫当初出生，把这个镜头关注，就是当初灭尽，再放第二张，第二张又当初出生，马上当初灭尽，再放第三张，张张不一样啊！啊，这个才叫现实的时间，张张不一样，所以说是相似相续。 他不是真的想学。这个被现在科学发现了。那你看，佛在三千年前就讲的这么清楚，现在科学家才发现。啊，而且呢，科学家发现就是这个速度非常快，没有说出数字，就是很快的速，很高的频率。 啊，确确实实没有。啊，这发现的时候，我不存在呀、啊。啊，是相似相续它存在，好像是存在，实际上不存在，没有一样东西存在。啊，这讲的都是阿赖耶的现象。 在佛经里头，释迦牟尼佛跟弥勒菩萨谈话，弥勒菩萨把数字说出来了，这个很厉害。那科学家现在没提出数字啊。那么电影，我们看这个电影的底片，啊，它在放映机里面的速度，一秒钟二十四场。 啊，镜头开关二十四次，就是生灭二十四次，不是当初出生，当初灭尽了。啊，弥勒菩萨告诉我们这个数字，如果用秒为单位，啊，一秒钟，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秒钟是多少张呢？一千六百兆。啊，科学家上极快，没说数字。 啊，一秒钟里头有一千六百兆的生命，你怎么能说有我呢？真的没有啊！ 啊，那为什么有这么多现象在千变万化？实在讲，就是跟电影荧幕上变化完全是一样一个道理啊！哎、啊，其实很简单呐、啊，会变成这么复杂？我当年也想了很久啊，想不出啊！啊，忽然想到什么？过年的时候。 我们做小孩的时候玩的万花筒。那个时候万花筒自己做的，很简陋啊，搞一个硬纸，装一个筒子，啊，里面放三片玻璃，剪一些碎纸放在前面，啊，所以这有人这这个万花筒做的很漂亮，啊，我们自己做的很简陋啊，啊，你在里面去转，啊，你去看里面的这个这个变化。 你转上一个月，找不到两个相同的。哦，这千变万化的道理我们懂了。原来很简单的东西，啊，它并不复杂了。啊，是在动荡当中产生的幻觉。这个就是《十法界一报一正庄严》啊，就跟万花筒一个道理。 啊，你不动呢？不动就没有了。啊，动才有，不动就没有了。啊，如果哪一天不动了，恭喜你，为什么你成佛了？菩萨还在动呵呵，佛不动了。啊，所以不动就成佛了。不动是吧？这一些幻象全没有了。现出来是长极光，西方极乐世界最高的叫长极光净土。 啊，等着菩萨把最后一品无明习气断掉，他就离开十八土，就进入长寂光了。啊，进入长寂光里，所有一些现象全没有。嗯、啊，那个状况就是慧能大师所说的那五句。 啊！但是别忘记后头那一句，“能生万法”，他为什么能生？叫感应啊！众生有感，他自然的回应啊！众生有感，有起心动念，回应没有起心动念。 啊，这个感应的道理，佛在经典上有比喻。啊，从这个比喻，你细心去思维。啊，佛比喻借苦我们敲鼓，我们敲的人是感，鼓响是应，我们敲的人有心，他反应有没有心？ 那古有没有想一想，我要来应一下？他没有啊，所以他是自然的。因此，诸佛菩萨应化到世间呢，就像我们这里敲他，他的回应啊。就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为我们视现拔香成道，我们要问一问：释迦牟尼佛有没有执着？有没有分别？有没有起心动念？给诸位说，完全没有。 他给我们表演的，给我们讲经说法的，全是自信里面自然的反应，啊，绝对没有用过思考，啊，我要怎么讲的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啊，自自然反应，为什么反应的这么好？要真理，这是信德。 啊，八相成道是视线，啊，来表演是自然的，啊，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。啊，给我们讲经说法也没有起心动念，也没有分别之处，这就对了，这就一点没错了。那么我们就晓得，我们如果回回到这个境界，不起心不动念，我们的能力。 我们的表演就会跟释迦牟尼佛一样，得大自在啊！啊，究竟圆满了啊！圆满的智慧，圆满的德行，圆满的能量，圆满的福报，没有一样不圆满。 啊，这是这一些觉悟的人为什么要追求这个境界，我们就明白了。啊，学佛为什么要成佛？啊，成佛有什么好处？就通通搞清楚、搞明白了。啊，搞明白，我们就会向往。 这个境界好啊！啊，所以学佛，首先你就晓得，事实真相不生不灭啊，它是一种相续啊，相似相续相，神刻刻时而论也没有生灭。 永远没有生命。物质不会生命，精神也不会生命。啊，现在所谓的三种现象：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，三种现象都没有生命。三种现象，它的真相非有非空。 不生不灭，这才是真的，这不是假的。所以，我们把这个世间一切法看错了啊！真看透了，你就放下了。为什么呢？你可以受用，你绝对不会有占有的念头，绝对不会有控制的念头啊！绝对。 没有这个念头去去影响他，啊？为什么呢？全是妄想啊！那全都叫做造孽呀！啊，造孽有果报、嗯，果报是什么？物质现象随你的念头在变，你念头善，变得善；念头不善，就变得不善。啊，所以外面的境界，啊，是好是可是丑。 啊，是吉是凶，全是自己念头变现的。这叫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就这个道理。你要明白这个道理。现在这个是地球上灾难，你怕不怕了？不怕。啊，为什么不怕？我知道的什么原因。我的念头正，我的念头善。 这些灾难我决定遇不到啊！就工业里头有别业啊,啊，别业里头也有工业啊，毕竟是别业，就是自己做主啊！啊，所以地球灾难可以化解的，不难呢、啊。 啊，一定要晓得这些道理，的道理要参透。那么愚昧、蒙昧的这些人，不明经义，他不懂，听也听不懂，啊，看就更不必说了。啊，所以。 他在日常生活当中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还是抵触为先，这个抵触，下面这一句一句就解释了：好冲突啊！为什么好冲突？贪嗔痴慢疑，他不断呢？他愚昧呀、啊！ 傲慢呐，oh、man, 自以为是，不服别人呐。你不服人，人家也不服你，那冲突就起来了。啊，所以圣贤留下来这些经法，啊，经教方法不能信受，啊，信他不能相信，他不能接受。 啊，于是心无约虑，过于快意。啊，这个过于快意，用现在讲纵欲，没有任何顾忌。啊，为欲所为，这还得了吗？啊，这就造成社会的动乱，造成地球的灾变。 会所曰，不顾后世，但求现落古人过于快意，啊，他不知道未来，没有能力超越六道轮回，那来生在六道里面的果报就很可怕了。” 啊，善有善果，恶有恶报啊！不要说我们干这个杀盗阎王。起这个念头都有果报。你说多可怕！起这个念头，再加上有这个行为。 一般讲，地狱罪业，其念没有行为，有行为没有念头，这个罪报就轻。啊，有行为，杀了人了，误杀的，不是有心杀的，啊，在法律上也不会判死刑。 顶多判无期徒刑啊！如果有心啊，有意去杀，那是地狱罪啊！啊，杀到阎王就啊，五恶，这五种大恶啊，人都喜欢干。 啊，这个后面讲的，存心成会。贪财好色，无有羞耻。啊，故云爱在可伤啊！这是佛菩萨感叹呢，看到你在找着我业，你没有办法避免的我报啊！啊，三恶道从哪里来的？ 是我们不善的心形变现出来的，不是人造的啊！这个信息是我初学佛的时候啊，那个时候二十六岁，朱金州老居士告诉我。 啊，朱老那一年六十多岁，啊，他大我三十九岁，叫祖父辈的。啊，他的岳丈是张太炎先生，这是民国初年名人。 啊，大学问家提起，没有人不知道的张太爷先生。啊，他告诉我，他老岳丈曾经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。啊，东岳大帝泰山的。啊，去做了一个月，可能是判官不能施的啊。 他就代理，待了一个月。啊，白天要是要上班，晚上也要上班，很辛苦啊。啊，晚上在东岳大帝好像管六个省呢、啊，很大的鬼王啊。啊，他把这些事情有的时候告诉朋友，啊，晚上看到这些的奇奇怪怪事情。 啊，有一次，他想到地狱里头的炮烙，这个刑罚呢很残忍，现在讲不人道啊，啊是把这个铜柱啊烧烧烧燃之后，让这个受罪的人去报。啊这个罪是淫欲犯的罪。 啊，他建议东岳大帝能不能把这个刑法废除？啊，东岳大帝就派了两个小鬼，带他到现场去看。他说：“你先去看看，回来再说。”啊，他就去看了。小鬼带到那个地方，告诉他到了，他看不见。 他这下恍然大悟，他是佛教徒，虔诚的佛教徒，知道什么？业力变现的，你没有这个业力，你看不见。大家明白了，所以地狱不是阎王、鬼王设计的，不是的，真的与他们不相干，没有人设计，也没有人建造，就好像做梦一样。 你做了个噩梦，那个噩梦有没有人给你设计？有没有人给你去建、去去啊去建造？没有。所以那个地狱境界是么这么来的？啊，恶意所变现的。于是乎，天堂我们也懂得了，天堂没有人设计啊。 也是自然所变现的，啊，西方极乐世界也如是，啊，这一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，啊，西方极乐世界怎么来的？那我们得感谢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无界修行本愿功德所变现出来的。 那、呃、我们知道，地狱是变现的，啊，天堂是变现的，特别是空居天，啊，像夜魔斗帅，啊，花落天、桃花自在天，特别是其上面这两层，太明显了，啊，全是山叶，上品山叶。 变现出来的，所以讲这个佛这一句话，我们千万不能疏忽。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你想什么，它就现什么；啊，想什么，它就变什么。啊，非常可惜，这世间人。 愚昧、蒙民啊！地图，诚心是贪嗔痴慢疑；啊，其念贪财好色啊，造作无量无边的恶业。 大家爱在可上啊！那么现在社会确实如此，我们怎样看待呢？佛菩萨慈悲，你看教导我们：先人不善呢，不失道德；表祖上于此。 啊，我们今天这一代人愚痴、啊，不相信正法，能不能怪啊？不能，否则讲不能怪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没人教他，他父母不知道，他父母也愚痴，祖父母没教他，祖父母也愚痴，那曾祖父母没教他。 我们要往上去追，至少追到五代以上。啊，中国把传统的文化教育丢掉了至少一百五十年。啊，如果要算开端呢，那应该要算。 慈禧太后的账了，啊！慈禧太后距离我们两百年，慈禧太后是藐视圣贤啊，他信鬼神呐、啊，不相信圣贤呐、啊，清朝从开国。 对于圣贤就非常尊重，啊，对于佛菩萨尊重，你看历代帝王都是皈依三宝的，啊，都是遵守传统文化伦理道德，啊，所以清乾康盛世啊。 啊，康熙、雍正、乾隆，差不多有一百五十年了，太平盛世啊！啊，是世界上第一强国啊！到慈禧执政啊，传说这是他是报仇来的。 啊，仇是报了，把国灭掉了。啊，但是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，让这么多世人受苦受难，这个罪他不能够逃避的。啊，慈禧不再听从孤身先行教诲。 啊，不像过去这些帝王，遇到有困难的时候，一定是邀请专家学者向他们请教。啊，他把这个制度废掉，遇到麻烦事情呢，他伏鸡伏卵，他听鬼神的，啊，自称为老佛爷。 你看，历代帝王都是佛的弟子，见到佛都磕头，他称老佛爷，高高在上了。佛菩萨低一等，这个举动啊，上行下效啊，让社会大众逐渐逐渐对佛菩萨打了问号了啊，所以。 破坏传统文化的起源就是他，啊！但是那个时候，虽然不太尊重了，真正修行的人、讲经教学的人还是有，不少了，越来越少。啊！到这个清朝末年、民国初年。 还有啊，抗战结束之后，几乎就没有了，看不到了啊。这是佛法在圣贤，佛法在中国近代状况。 啊，在日本也不例外。我在日本讲经，日本的法师告诉我，四百年前，日本的这些寺院都有祖师大德讲经教学，现在没有了。啊，日本接触西方文化比我们早。 我们接触很多都是从日本传来的，啊，他们丢掉四百年，我们丢掉两百年，这个再复兴起来非常不容易，所以我们对先前社会大众一定要像佛一样原谅他，先人不善，不识道德。 啊！表祖心于体，啊，金银术语，素不为善，这是很久了。明其无形呐，我们的行为错误了，没有是不像圣贤了，不识道德呢，长其无己，啊，不学了，圣贤东西留下来，没人学。 啊，我们担心的，怕这些东西失传。啊，早年我们年轻的时候，最担心的时候就是四《四库全书》。《四库全书》最初编的时候，一共只有七套，啊，分藏在七个城市。 经过战乱之后，现在只剩三套半完整的三套，还有一套残缺不齐啊！所以，从民国初年，这些专家学者都在为这个事情操心呢、啊。 怎么样把它翻印？分量太大了，啊！如果能够多印，在世界上各地方都都都都有，就不会失掉了。啊！所以，在民国初年，早在抗抗战之前，啊，有一些人在里面选择一些重要的。 啊，印成小的丛书，像《四库备要》啊这一类的，啊，中华书局做过，商务印书馆也做过，啊，《四部丛刊》这一类，都不是完整的，啊，而且数量不多。 啊，只有大的图书馆里面收藏。啊，一般城市里面，这个规模小一点都没有这书。啊，我也很担心这个事情啊。啊，这在十几年前，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起印书库。 啊，印全书，大事啊！啊，总共印多少套呢？三百套。啊，多了什么？没有人买啊，那个书太多了，价钱要高啊。啊，世界数据跟着发印印这个《呃四库会要》。 啊，这都是好东西，过保啊！啊，世界书据印多少套了？我问他，两百套。啊，他印的两百套，我大概向他买了将近七十套，我是他的大主顾啊。啊，我买送到哪里？送到全国啊，每一个省。 每一个特别市、自治区，啊，在这个里头选择一个大学，我送给学校，啊，就送了三十几套。上海上海市图书馆问我要一套，我送给他了。啊，北京市也问我要一套，啊，所以上海有两套。 复旦大学有一套，啊，这上海图书馆一套，北京也是有两套。北京我送给北京大学一套，北京图书馆。啊，目的不是别的，希望这个东西能保存了、啊，不要丢掉啊！啊，前年。 台湾一商务印书馆又发起想重刊，啊，就是印第二版。我听到这个信息啊，非常欢喜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年岁大了，这供养多了，啊，我就拿这个钱呢、啊，去去买这个书，我就像。 商务印书馆订了一百套《四库全书》啊，以前没这个能力，但是我只买了自己买了一套，啊，是他那个三百套当中啊，我只买一套，啊，这个书今年交给我了，啊，很大了。 啊，我印这个书的时候，三年前呢、啊。我那个时候是山东大学董事兼教授，啊，山东大学我这个名义，啊，开董事会我参加过，校长、展校长。 非常之好啊！我跟他商量，我说我现在他们印这个东西了，我给他订一百套，希望将来呢有山东大学分送给全国啊著名的学校啊，每个学校送一套啊，人事变迁太快。 啊，去年年初吧，张校长调走了，新来的校长徐校长，我跟他见过两次面，提到这个事情，他就没有张校长那么积极了。啊，书印好了进不去了，没法，没人给我送了。啊，所以我就。 往国外送，啊，国外容易，啊，澳洲送了石头，马来西亚送了石头，印尼送了石头。啊，那么这日本的时候我也打算送他石头。啊，韩国，啊，这个我都都都都,都认识，多数中国周边的国家，啊，今年年底。 我订了两百套全书会要，啊，分量小一点，一套是五百册，啊，精装五百册，啊，全书是一千五百册，啊，这都是大家给我的供养啊，啊，这两套书，再加上有一万套。 群书之要一万套国学之要，一共花美金一千多万、啊。今年通通都要把它送走。啊，这是保存传统文化，我们尽一点绵薄之力了。好事啊！ 啊！可是最重要的人才，没有人去学，这文化不能放光啊！人能弘法了，非法弘人。啊，读这个书很困难，古书啊，啊，都是文言文、古文写的。 啊，所以我常常劝年轻人呐、啊，大家要爱国家、爱民族，要真正发大心。啊，中国的复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。啊，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要靠什么人？靠圣人。谁是圣人呢？你肯发心，你就是圣。 你肯发心，你就是佛菩萨。所以，圣贤是学出来的，佛菩萨也是教出来的。啊，你都肯学，肯发心。啊，发心可贵也，但是发心，你要把你发心要做到才行。像阿弥陀佛发了四十八愿，难得了。 他用多少时间把四十八愿全做到了？无界修行啊！那么要真正发现。想传承传传统文化，至少要用两年的时间，把根基扎好啊！一个是。 德行的根本啊！孔子教学头个是德行啊！德行从哪里学呢？就刚才我讲的四个根啊！你能够把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《十三页、啊《沙弥律仪》真正落实，变成你的生活。 变成你的思想，变成了你处事待人接物的准则，你就有了圣贤的根基了。啊，你就有佛菩萨成佛成佛菩萨的条件了。啊，这个难得，有这个根基，那你还得拿到一把钥匙。这钥匙什么？打开。 四库全书，你有能力去阅读，你有能力去学习，啊，第八要是什么呢？要背一百篇古文，啊，你要会背，要能够讲，啊，要背一百篇，一个星期背一篇，两年一百篇就会就圆满了，啊，所以在两年当中。 把德行跟一百篇古文背下来，《四库全书》你就有钥匙了，《大藏经》也有钥匙了，啊，你有能力看《大藏经》，研究《大藏经》，有能力学习中国传统文化，这个难得了。 啊，那么民国初年确实还有一些这些大德啊，道德文章为大家赞叹的，他们大概已经看到今天社会，所以做了一桩好事。 四库跟徽要都是那么大，从哪里读起？这是个大问题啊,啊！唐太宗当年做了皇帝，年轻啊，他二十八岁做皇帝，啊，治理国家要智慧。 要学问，要方法，要经验，到哪去找？啊，他很聪明，到哪里去找？找老祖宗啊！那老祖宗有这些资料啊，啊，所以他下令给魏征，在当时。 那个时候，当时中国的书籍已经有一万多种了，从一万当中里面去选，选到一千多种，十分之一，再乘十分之一的时候，选一百多种，再精选子挑选，最后选选了六十五种，把这六这五种书里头，他所要的修身。 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啊，这些资料，他让魏征来主编，啊，把六十五种书里的关于这些文字抄下来，编成一本书给他读。要不然他怎么读法？他哪有时间读书？编成这一本，这一本叫《群书之要》，这就是治国。 所以唐朝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，就靠这部东西啊！啊，唐朝时候印刷书没发明，书是手抄的，当然分量不同唐亡了之后，这个书就不见了，在中国失传了。所以在历史上，《唐书》《宋史》啊，原始《元史》。 《明史》都没有这个记载，在中国失传了一千年。嘉庆皇帝登基的时候，日本对中国皇帝送了一套礼物，叫进贡，礼物里头有这一套书，中国人才看到。啊，我看到。 这个这个资料里面写写的，从日本传到中国来，不超过十套。啊，民国初年，商务印书馆印过两次。啊，一次呢就是日本的原书，啊，用原书做版的时候来印的；另外一套是牌子。啊，大概。 都不会超过一千套。在这个八九十年当中，中国社会是一片混乱了，啊！所以在我想的时候，这书找不到了，不可能的。我知道有这个书的名字，没有看过。啊！我在讲讲经的时候提到这个事情，居然有很多善心的同学。 他们大概到处替我找，哎，找到了两本，啊，还找到了《过学之药，我吃了一惊，啊，《过学之钥》什么是《四库全书》的一把钥匙，我天天想这个东西，想不到，我也不知道有人做过这个东西，真是太难得了，啊，所以我立刻交给台湾。 世界数据，啊，这数据给我是老朋友了，我给他买的东西太多了。然、啊、后我说，这两种书，全书只药给我印一万套，啊，过学之药也给我印一万套，全书只药一万套已经交给我了，过学之药一万套了，这个月底就全部全部就就送到了。 啊，什么人真正想学？这两部书是钥匙啊！啊，唐太宗编的，当时以政治为目标，他那个制药治是政治；但是国学制药，它不是政治，它是治学，啊，做学问的一把钥匙，啊，非常难得。我年岁大了，不要这个东西了。 啊，我还就是我知道这个东西好处，所以，引一万套，抛砖引玉，啊，我赠送给年轻好学的朋友，啊，你们真正可以学，从这里下手，啊，但是，两年的根很重要，你不懂文言文，你看不懂，啊，国学之要，一共八册。 啊，这么厚的本子，一共八册，啊，这就是经史子集里面的精华，啊，所以读了这一套书啊，等于说这小四库，啊，四库里的精华你都得到了，非常难得，啊，将来普普及，那就不是我这一代事情。 这些，这要我推到下一代去了，这些书要注音，要注解，要翻成白话文，最后翻成外国文字，向全世界流通。啊，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纪。那、啊、这些东西翻成外国文，外国朋友一定非常欢喜。 啊、甚至于还有几个朋友在等待着，啊，在问我，我介绍给他们，他们喜欢，希望能快一点看到英文的译本。啊，所以我们今天读到这一段文，啊，这一段经文，啊，后面说“无有余者，属无怪也”，啊，对于现在人所做一切不善的事情，都要原谅。 啊，都不要去责怪他，为什么？历史的渊源要知道。啊，在两百年前他们这样做要责怪他，今天不可以。啊，一定要原谅他，要帮助他。啊，怎么样来恢复？怎么样来回头？啊，那就是从《弟子规》感应篇、十三页到，从这回头。 从背诵五十到一百篇古文，从这下手。啊，我们学习经教的时候，老师告诉我，熟读五十篇古文，你就有能力看文言文。啊，读就没问题了。你能够熟读一百篇呢，你就有能力写文言文。啊，所以。 这两年的功夫啊，是必要的，是非常非常重要啊！两年德行完成三个根或者四个根啊，文言文呢完成五十到一百篇熟背啊，然后这些书就变成你自己所拥有的，你有能力去读它。 那、啊、你没有能力做他，你看到他，我还是叹息呀、啊。这望洋而叹呢，你没有办法了啊。那么这个这个地方的书库的全书制要在这里啊，我这里有两套，啊，大家可以看看啊，好像过学制药。 第一批已经送到了，啊，我们这个图书室里应该有，啊，这是精装本，这是一套，好、啊，群书志要，啊，精装三册，完全是依照这个日本原版翻译。 这是第一册，啊，三次。里面打开来了、啊，这世界书局给我印的，啊，我写了一篇序文，这是日本的排版，啊，你看到这个版面，你就晓得。 你看《大藏经》，它也是用这方法排的，啊，我们中国排版不会分两行，啊，不会分上下两段，啊，这三本就是六十五种经史子这三集里头的精华，啊，内容有关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啊，这是唐太宗他要的。 这些东西啊，这个我们印了一万套啊，精装作为礼物，这非常高贵的礼物。但是用啊，瓶装比精装好用，瓶装的字比精装大，所以实用呢是瓶装。瓶装拿一本来，你从里头抽出来，瓶装是实册。 这是屏装的，屏装是，我们就取它这个上下的一个，你看，这自己放大了，啊，所以这就好看多了，啊，真正是学习屏装好，啊，所以我们精装只印了一千套作为礼物送人，啊，这屏装非常实用，啊，我们把这几句。 念下去啊！啊，静言肃悦，素不为善，长久时间呢，不知道为善啊,啊，明其无邪。不识道德呢，长其无解啊，没有智慧啊，不知道行善。 无解无心，愚痴之极，世代相承，子受父教，都是邪术，不谈善恶因果。故云：“无忧愚者。”，先前社会确实如此。啊，静严肃，这个文字是静严肃里头。 静言是寺庙的名称，啊，静言寺是谁呢？慧远大师。啊，这个慧远不是金宗出祖，金宗出祖是东晋时代的慧远，这是隋朝的，啊，隋朝时候的慧远寺，他住在静言寺，啊，后人尊称他，不称名，称寺。 啊，陈尽大师、啊。啊！那么他《无量寿经》注解里头、啊、这几句话是这样说的：这个是唐朝之前呢、啊，那个时代呀、啊，从他到我们现在一千三百多年了、啊，一千三百多年前人说的啊，啊好像呢。 就是说，我们先前社会啊，先前这个社会不但在中国，在全世界每一个地方，我们都看到这样的啊。所以，今天社会不安定是全球性的啊，地球灾变也是全球性的，不局限于某一个地区。 啊！故吾与先人吃万后辈无知，此乃必然，故人殊无怪也。啊！这个心量多大，多慈悲！啊！对于今天人，无论造作什么样的罪业，不必去责备他，啊！不要去怪他，啊！应当要想方设法帮助他。 这就对了，啊，我们不想方法帮助他，那就我们就有过失了，啊，我的尽心尽力就是把这些资料大量给他反映。啊，在全世界流通，啊，希望中国传统文化能够保存，不至于在灾难当中啊消失了，啊，我们保住了这一点，啊，同时鼓励。 年轻人要发大心，认真学习。今天时间到了。